Selina 和张承仲上个月4号在网络宣布离婚，震撼各界。但事情爆发将近2个月，其实两人始终未正式签字离婚。台湾媒体接获消息， Selina 和阿仲在昨天才终于办妥离婚手续，正式终止5年来的婚姻关系。根据台湾媒体报道， Selina 昨天和阿仲已经办妥离婚手续，两人没有生育儿女，和平分手，没有赡养费。阿仲几天前也到位于台北士林的昔日爱巢，把剩下的个人物品搬出，经历了54天沉淀心情，躲开媒体追逐，悄悄终结5年的婚姻关系。对此， Selina 所属的华研唱片公司表示，询问中，暂时未能有正式回应。两人谈恋爱4年才结婚，如今长达9年的感情黯然画下休止符，让不少人唏嘘。阿仲曾在离婚声明表示，少一个老婆却多了一个比亲妹妹还亲的妹妹，彼此分手之后始终未出恶言。不过这个妹妹角色， Selina 坦言还需要时间去消化，目前难以接受。两人选择分道扬镳，原因众多纷纭，不过口径一致表示是个性不合。